跟你说个故事。石龙军区真是无人无知。
北龙王献上好吃的任务。要来场风暴吗？我乃幻虎的导师，如何？厉害！太迟了，他要复活了。我希望你喜欢我的发明。某丑，小孩的技能。我的感觉如何？不加入就加入毁灭。使用 TC130心灵错位器。火影丹来了。加倍，风暴也加倍。毁灭！威力加倍，风暴也加倍。之风来协助你的主人。
教室。我希望你喜欢我的发明。我希望你喜欢我的发明。海水翻腾，大雨倾盆。这是自然灾害，真是大象威风。海水翻腾，大雨倾盆。火焰弹来了！嘎巴鲁兹，可可鲁兹，雪花能力攀升，烈火大锅背。混一兵八路兵，超载完成，主文被杀到。完成，主被杀到。
是个糟糕的错误。威力加倍，风暴也加倍。这就是抓龙的方式。要来场风暴吗？天空太火了，奉女巫之命，龙王，我会成为保护你的龙鳞。龙的方式结束了，你赢了。祝你端午节快乐！端午节快乐！
结束了，你赢了。真是厉害！血献祭，俘获新生。带你去看另一个世界，真是厉害！谢谢。超载完成，主人被杀到。我的感觉如何？加入共产党。伊鲁恩的旨意什么呢？我们的命运都注定了。我的龙骑会撼动天空。就得死！飞吧，我的孩子们！我会成为保护你的龙鳞。
我的意志。不加入就得死。结束了，你赢了。